喂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其实上条片就话暗影嗰个账号收皮啦。咁啊，其实个原因系咩呢？好啦，大家睇到而家呢个账号啦。咁啊，BP 得翻20645。咁点解呢？同埋啲蓝钻系唔见晒，咁系点解呢？谂啊，其实话说前几日我就喺 Facebook 度个message 度收到一个好热心嘅观众啦。咁佢就留言话佢有个账号系啦，佢就玩咗一排嘢，咁但系佢都佢话即系佢原因系唔系好啱去玩，系啦个类型唔系好啱去玩，同埋佢而家有另外一只手机游戏玩紧，佢系全服第一噶啦嗰个手机游戏，咁佢就因为佢就唔想我透露佢嘅姓名啦，咁我就保留翻佢私隐啦，咁我净系非常之衷心感激呢个观众嘅，因为点解呢？其实正常嚟讲，有人俾 account 我系唔会要，因为本身我自己个 account 咧都系玩咗一段时间，同埋我货咗好多金噶啦，都货唔好讲几多啦，即系你见我 account 都玩咗好耐，咁点解我会要呢？咁啊好简单啊，其实真系好简单，个原因唔需要，我相信你睇完呢一度之后，你唔需要多讲，系啦。佢所有传说卡都齐，都不特止，佢只要系大部分都系呢个闪卡嚟嘅，系啦，基本上系全部齐卡嘅。呢条友系劲黐孖筋嘅，系啦，我想要嗰啲，即系佢咩？佢任何一个卡组都玩到嘅，我发觉，系啦，发觉系好夸张嘅。好啦，大家可以欣赏啦，所有嘢基本上都系齐卡嘅，咁啊，同埋即系有三张，同埋有啲系闪卡都非常多啊。咁多试问一个正常人见到呢堆卡，你可唔可以抗拒？我又唔系好得啦，讲真。系啦，金卡都系齐啦，当然，即系其实我想要个号令啊等等咧，佢齐卡都算啦，只系好多闪卡嘅，系好黐孖筋，我觉得真系好黐孖筋。系啦，大家可以欣赏下呢个账号，呢一张就一直想抽嘅阿尔丽坦的号令啦。系啦，呢张就系当时，但系我而家已经唔系玩皇家，我同你讲，今时今日我已经唔会再玩皇家。系啦，呢个卡组，因为大家知道我本身净系玩开呢个死灵噶嘛，我净系玩，因为我净系旧卡玩死灵噶嘛，咁啊玩得多唔好话睇一个闷啦，讲真，即系玩咗个都闷嘅，咁啊但系奈何当时冇办法啦，咁啊而家个卡咁齐咧，咁啊其实我都玩咗一两日噶啦呢副卡组，即系呢个账号，咁啊嗱，咁啊呢个讲一讲先啦，佢俾个账号我咧。咁啊，要用 Facebook 嗰度登录噶嘛，因为联动咧。咁啊，我而家有一个好麻烦嘅地方啦，我试下联动啦。配完我话使用 Facebook 账号联动，是否同意系啦？好，咁啊授权啦，确定啦。咁啊，最麻烦嘅一样嘢就系、是、佢就唔知点解我无论点样登入啊，洗嗰啲 cookie 都好啦，即系我无论喺系统嗰度揀 Facebook 登入另一个 account， 或者我登入呢个浏览器登入另一个 Facebook account 咧，佢都系会拉去我旧嗰个 account 度，所以我冇办法联动到 Facebook 啊，非常遗憾，即系呢个新 account 我联动唔到，系啦，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原因？因为所有嘢我都试过登出晒，再用一个新嘅 account 登入 Facebook 都系冇办法，咁啊一暂时我系联动咗呢、這个我联动咗呢个 Game Center， 系已经联动咗啦，系啦，咁啊，总之系非常多谢呢位朋友将呢个 account 俾我啦。咁其实呢个 account 真系几值钱嘅，其实讲真系啦，几值钱嘅。咁啊，其实你话唯一有一样唔系咁好嘅地方就系佢冇钻石啦，因为其实唔怪得佢嘅，讲真，即系呢度我费事讲啦，呢度费事讲啦。其实冇钻石呢样嘢系绝对唔需要理会，因为点解睇我月太多13万几嘅月太。咁其实呢位朋友佢真系佢本身有做嘢啦，佢都有份应该都几收入几丰厚嘅工作啦，因为佢系可以有能力支撑去货金啦。咁所以呢个 account 系一流，我俾十分满分，系十分满分。咁佢本身都有好多卡组啦，咁我开头我就试过玩呢个中速吸血鬼呢个吸血鬼公主，咁我都系赢嘅，喺 B3 B2 嗰度系一路升上，因为俾我嗰阵时系 B2 左右啦。咁我而家就玩到已经 A0 啦，系啦，非常快，玩咗两日到噶咋。咁我呢排我呢两日系咁玩呢个 account， 旧嗰个 account 已经冇玩啦，实不相瞒，系啦，旧嗰个 account 冇玩。咁我而家发觉最爱用呢、這个疾走龙啊，呢、這个龙真系黐孖筋，系个胜率系达到80%啊。咁啊，当然系讲紧我而家系 A0 啦，都系。咁我即刻试一场俾大家睇睇。咁我其实我上条片嗰个标题冇讲错，因为旧嗰个 account 我而家就收皮啦，可以收皮。系啦，因为而家玩呢个新嘅 account， 好，咁我就试一试用龙族俾大家睇啦。嗱，
开头嗰度如果洗到靓牌，基本上我觉得系赢紧嘅。我唯一输系会输俾呢个皇家咯。啊顶！因为皇家去速攻窒走皇家，我暂时都系开头嗰波未必挨到啦。咁啊靓啦，有张呢、這个龙之启示咧。其实龙之斗气可以留，但我建议洗一张，洗唔到 shit。我洗唔到三 cost 嗰张龙女啊！好啦，我先攻都 OK。其实我觉得如果龙族我比较中意打后手，后手啊多一次进化，因为我好多都系疾走啊。咁啊，如果多一次进化嚟讲就差好远嘅。我呢个黑龙女啦，呢个叫做非常强力嘅黑龙女啊。咩嚟噶？铁壁要塞。哇，呢个咁乸劲呢个。哇，卡手牌喎，而家我唔想出呢张喎。妖嗱，今场个牌运有啲问题啦，好明显系，咁唔紧要嘅，唔需要惊嘅我哋。哇，呢个咩？呢个咩皇家嚟？我未见过嘅。如果战场上有指挥官卡，则会获得疾驰。喂，咁其实唔关事喎，你咪唉算啦，抽两张牌。嗱，今场其实我算系。今场跳得太慢，其实正常人哋四 PP 嘅时候，我已经十 PP 啦，可以自己嘅士兵全体获得守护效果，哇哇哇哇，都唔惊嘅，讲真，一张咆哮搞掂晒啦，呢班友，因为放咆哮，其实都唔使佢斗快，我赢啦，讲真。但系佢唯一可以清到我呢张系要用龙卷风啦，系啊，要用龙卷风先得啦。我呢个黑龙女扣七血先啦。嗱，我而家一人哋五 PP， 我已经八 PP 啦，去到两张龙女咁样打咩嚟噶？巨人 ，Oh shit！ 这波不斗快，其实斗快佢唔够快嘅，你大家睇，系啦。哇，好似有啲，我都有啲惊喎。讲真，虽然话就话佢唔够我快，但其实我内心系有啲惊。呢个系喷三嘅，好啦。嗱，如果佢再有一张巨人，我都冇嘢好讲噶啦。其实，好啦。睇下有冇嘢，如果佢防除咗守唔住我张黑龙女，佢就可以拜拜啦，讲声。或者可以叫一啲守护卡出嚟，海军上将给予个士兵加二加二。咁你都系秒唔死啊，可以投即系投降啦，系啊，嗱咁啊赢咗你嘅。但其实今场嘅打法上，我系唔系我平时嘅打法嚟嘅。因为其实正常系唔会咁顺利，我同你讲，正常系唔会咁顺利。咁呢场唔算，呢场太快。我呢场系表达唔到呢个龙族有几恐怖呢？呢个龙族，就算我用翻自己死灵嗰副牌打呢个龙族咧，都未必赢到啊！讲真，因为个胜率我谂得三四成左右，因为如果我用翻死灵打呢个龙族，如果我开头抽得唔靓咧，其实一定输啊！其实一定输啊！哇！再打多一场俾大家见识下呢个土豪龙嘅厉害啦！啊！龙打龙啊！后宫有着数啊！我后宫系有你。嗱呢张就嗱呢张乌尔德咧，如果打我都系抽唔到三 cost 嗰张龙女。啊顶啊顶啊！喊出嚟！苍西龙系劲嘅，苍西龙喺我呢副手牌嚟讲，苍西龙系一张超劲嘅卡嚟。但系个问题系个前提系我跳唔到肺嘅，而家问题。冇啊，卡牌啊，大西啊！哇，今场好大镬喎！如果，唉，今场真系，嗱呢两，哎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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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佢点解要咁对我咧？点解要俾埋啲咁嘅牌我咧？嗱，如果有三 cos 嗰张龙女嘅话就 OK 啦。
但我抽极都抽唔到，我都冇计啊！嗱，唔关我事，系我抽唔到。OK， 不过佢冇牌出，抵死，抵死。哎，好过冇呢张，好过冇，跳一跳先。我个死都唔肯出嗰张俾我嘅，点解？系咪我做错啲？哇！呢条友卡手牌卡仲劲过我，但系咁样。佢都冇嘢可以清到我呢隻雞，应该冇嘢清到我龙女喎。其实我觉得我呢副手牌呢，水龙女唔係太过特别有用嘅，係啦，我暂时嘅用法上，水龙女係只不过我嚟救场回血用嘅啫。其实实际上水龙女嘅作用唔算好大嘅，因为我呢副係疾走龙嚟嘅。疾走龙嘅意思呀，真係秒对面嘅。係啦，佢要諗呀，即係其实嘩，但嘩蝕咗一隻俾人添。都唔驚，不过呢、這个。冇乜所谓，我觉得水龙嗰啲死系冇乜所谓。佢咁样搏唔着数啦，嘥一个进化咁样清，系咪先？我觉得佢唔着数喎，军神。妖卡手牌卡到癫喎呢场，水龙女，我又唔可以出呢字啊？点搞啊呢度？哎呀！白痴，真系好白痴，佢卡我手牌，我有乜计呢度？诶，算啦，乌尔德冇用噶啦，基本上，哇，佢一定要用噶，佢个技能白痴，原来佢个技能系一定要开出嚟，唔系，令佢出翻嚟都得嘅，冇所谓，好似冇乜所谓。咁可以强制令到人哋个进化冇咗，咁样都几狗，其实咁样都几狗。好啦，我本身都系谂住进化清佢，冇，其实个冇分别嘅，基本上。而家咁样我反而可以留翻，我净系一血可以留翻个长度，反而系有着数。O K， 我咁样用，原来可以咁样烧人哋嘅进化。O K， 我呢只，其实呢只嘅用途乌尔德唔系咁用嘅，但我抽唔到嗰张，我抽极都抽唔到嗰张龙女，我顶，而家抽冇用噶啦，已经系跳到去十 P P 啦，即系你而家俾咗张龙女，我都系冇意思嘅。好啦，我哋可以准备玩呢个疾走黑龙女啦，但人哋肯定有喷火嘅噃。哇！呢条友肯定全部都系十 cost 牌，唉，大领落咯，大领落咯。莫非系咒天？哇！巴哈，好麻烦喎，呢个巴哈。但巴哈系冇咗个登场技。要嗱嗱声打落去残先啦，呢度。不过我仲未抽到巴哈，都有啲危险喎呢度。哇！两张军神可以扣佢八血。我呢度好危险喎，呢度我呢场胜负好难定啊呢场。但系佢最快都要下弯先跳到巴哈啦，讲真。OK。系啦，下弯佢会用巴哈啦，我相信。喂，哇，有啲危险，有啲危险呢度。但系唔紧要，我有呢个龙之套式。佢唔进化啊嘛，咁佢就拜拜啦，佢就可以拜拜啦，同你讲。龙之斗气。下弯佢啊，101% 系会出巴哈，我好肯定。龙之斗气，呢个可以打到，可以打到。等先啊，喂，呢回一回血安全啲，我觉得，我个人认为，都系好牌。差少少先秒到佢，呢度喂，赢啊！其实应该赢到嘅呢场系应该赢到嘅呢场。四九冇啊！佢秒唔到我噶话呢度14血，佢一打九就有6血。11唔系喎，如果佢有宙斯，我咪奶他死啦！出错牌啦又，出错牌添。太有急进啦！我打得，哎呀，我应该清一清，我呢只应该系清咗先。我睇唔到自己有只黑龙女，哎，死！
哎，奶塔了，以前。嗯，哇，都赢，好彩都赢，呢场打得唔靓，呢场打得太急。虽然赢咗，但系呢场系好明显系打得好失误啊！呢场好啦，嗱呢场都系唔算，我谂呢场都系发挥唔到我呢个卡牌嘅实力，吓呢场都系唔算嘅。喂，其实佢进化打我咪赢啊？唔系，哇顶！其实佢进化打我咪赢咗啦，系嘛？啱啱吓系咁讲啊？点解唔进化打我呢？7+4=11+4，唔系咯？佢自己唔进化又唔关我事。喂，你自己唔进化，你断我线，其实呢个道理上讲唔通喎，好似即系你自己按咗狗，你喺度屈我。喂，最近好多呢啲断线狗，我唔知系咩原因，打好多场都咁断线，即系啲人系咪仇呢、這个仇恨呢、這个土豪龙啊？讲真，因为我呢副卡组系劲贵啊，我三张宙斯。三张黑龙女，三张巴哈，三张水龙女，哇！个呢度几有四张传说，要三张十二张传说。呢、這个卡组真系土豪龙啊！呢、這个绝对系，真系非常，我所以非常之感激呢个账号嘅主人，我赢咗。其实佢白痴，佢点解唔进化？对手啊，连线已中断。系打多场啦，打多场啦。今场根本系应该系输嘅，今场我自己打得白痴，系我自己打得白痴，今场计数嗰度有啲问题咯，我自己打得系啦，咁啊，所以打得唔靓咯，我觉得呢场，咁啊打多场俾大家睇啦，因为我之前嗰啲系4-5 PP 就可以跳到去10 PP 嘅，讲爽快程度系好难形容俾你睇，即系你用死灵系感觉唔到呢种咁爽快嘅程度，我同你讲。喂，大剂啦！但系我好惊打超越法，我同你讲，而家超越法系好乸劲嘅，黐孖筋，劲到癫啊！嗱，呢啲十 cost 嗰啲飞走嘅先，喂，点解嗰张三 cost 嗰张死都唔肯出咧？我想知道。低能啊！佢真系唔出就唔出噶啦，佢系唔出就唔出噶啦。智慧之光。系啦，喂，好白痴，真系好白痴。哇，咁快出啦！啊，救命啊！冇乜意思啊，呢下，但系呢下唔烧佢又冇乜用。我进化前要搞掂呢条友啊！等先，龙之斗气，有时玩卡 game 你牌运差咧，真唔系话赖啊！讲真，但系讲真，你玩卡 game 系我三场都可以抽唔到，完全抽唔到系。嗱，而家先出呢、這个八婆。等咗你咁耐，龙骑士艾拉而家先出有鬼用啊！我已经出咗呢只啦嘛，咁你其实废咗啊，成个 combo 系废咗啦，已经跳啦，招都要照跳啦，呢度冇计啦。啊，觉醒啊！如果呢张出咗之后，再配呢个艾维德收咗佢，再拉翻出嚟咧，咁啊瞬间你可以跳嗰两下啦，嗰下佢劲癫，啊冇所谓呢个，好啦，下弯出呢个黑龙女啦。不过其实打巫师咧出打即系打法师出黑龙女其实好危险，因为佢好多攻击牌，基本上你都系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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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系你冇理由唔出噶。啊，照进化打面啊，唔理得咁多啦，而家真系唔理得咁多。因为巫师系冇回血卡系比较少嘅，应该，所以你打得佢几多血咧，佢回唔翻嘅。
嗱，依度一阵强 ban， 呢度就打二，呢度就打四，即系打六。系啦，冇计，预咗死嘅啦，呢个放得出嚟就预咗冇命嘅。哇，好牌喎！呢个唔使放水龙神，我觉得。ban 佢啦。如果而家我冇，而家呢场到我冇晒冇大牌啊，大佬嗰啲宙斯啊、创世龙嗰啲又唔知去晒边啦，好麻烦。依张卡冇用噶啦，呢张龙骑士艾拉已经系废卡嚟噶啦，因为我已经十 PP 啦下弯。好啦，光明之路，光明之路系中立卡片嚟嘅，好似魔力阵法，唉、哎、大剂啦，八 PP 前搞唔掂，我就同大家讲拜拜啦要。时间有限喎、啊，大佬呢度十一血点样爆佢十一血呢度？呢度两血四血，四加二六，六加四十，差少少。喺佢呢弯打死我呢只就唔同讲法啦，咁我就十 PP 啦下弯。如果你系宙斯啊、创世龙嗰啲，即刻赢，可以即刻赢、啊。喂，但巴哈唔得，我唔系想要巴哈顶你，我唔系想要巴哈。巴哈打我，巴哈打巫师冇乜用，因为点解呢？都得嘅，巴哈可以打巫师，谂谂下都巴哈可以打巫师，因为巫师系冇办法清到巴哈嘅，应该除非佢有呢个五 cost 嗰张咩死亡武搭啦，系嘛？不过呢个扣一啫咩？呢个差少少啊！如果嚟张黑龙女啊，创世龙啊，即刻秒宙斯咯，即刻秒。喂，佢唔守啊呢只，系啊，佢一定要爆死我呢只噶啦。嗱，破魔的以术式，喂，喊出嚟，谂下先。龙之斗士，呢个揀抽卡好定咩好？呢个揀抽卡啦呢度，嗱，挨多一弯就赢啦我哋，系啦，因为呢个时候 call 水龙女出去冇乜意思，我觉得，我佢一定清嘅，不如你搏一搏，睇下会唔会抽到啲疾走嗰啲契弟出嚟好过啦。哇！我惊开，如果佢而家应该八 PP 可以开到门嘅喎，应该，但系佢啱啱佢做嘅行为应该系唔够呢个魔力增幅嘅，疾风喷射14点伤害，拜，好赢咗，好啦，跳废龙嘅恐怖就系喺人哋根本系得嗰五六 PP 嘅时候，你已经去到60 PP 咁样，根本冇得打。好难好难守得住呢啲巴哈嘅宙斯啊、创世龙呢啲癫佬，好啦，非常爽快今场，咁大致上玩法系咁咯。我呢个卡组系真系一流一流，咁啊打后我都会用呢个账号去同大家拍片噶啦，系啦，咁啊旧嗰个账号就同佢讲声拜拜啦。哦，但系可以抽卡喎，可以抽卡喎，要抽埋啦。因为之前登入嗰啲解任啊嗰啲都攞咗少少，呢度攞包可以抽佢啦。其实抽嚟系冇用咧，但系唔抽又，其实新卡包系唔会放落呢啲，即系呢啲旧卡包系唔会有新卡噶，应该系嘛？但系而家佢呢个卡系齐喎，抽嚟冇乜意思，我觉得。你都系博抽到闪卡嘅啫，都系咪咁讲？哇！新账号真系好运气到咁，不过月基冇乜用啊，讲真，但系都系钱嚟嘅。好啦，一抽中传说。嗱，咁呢个账号唯一嘅缺点就系冇钻石啦，所以就做唔到每日一抽嗰样嘢俾大家睇啦。即系我又唔会放，我暂时唔会放金，因为点解有原因嘅？点解我唔放金系有原因嘅？哦，呢度有五包嘅呢度，但系我其实抽唔抽咧，抽嚟冇乜意思嘅，讲真。
哎，唔好抽住，等佢出咗新卡包先系啦。咁啊，今日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咁啊，听日就开始继续正式用呢个账号拍片啦。咁我哋听日见，拜拜。